下杏花村的环境、楼宇及示范单位呢？圆窝炖龙虎凤、铁板黄姜柳、古法烤果梨、雀巢七彩蛇丝、干碧黑草样。要享受一餐咁丰富嘅美食佳肴，今日就嚟铜锣湾商台旅游部、华侨日报读者旅行团、地铁或者铁路游中旅游服务中心报名参加赤湾蛇口一天野味团啦！除咗享用丰富野味餐外，仲带你游览赤湾蛇口各地名胜，198蚊嘅费用绝对超值。旅行社牌照号码350544。又相逢，心里发了疯，为到烂晒无非全心扮野死青牛，顶面也红。王太，早晨。大家好嘛，直播室入面今日就多了一位这个在时装界相当有名的我们的嘉宾苏斯王女士，今天是预备跟大家解答一下，即是来年，即是87年度我们那些时装的趋势啊，款式的改变啊，或者颜色的问题的。因为今天只见她自己都发觉真的明艳照人啊，真的粉红色的先我即描绘一下先啊，这些叫做上身就卖凉粉，下身蒸松膏妆。下身就賣涼粉，即係上身就好熱啦，著到下身咧就著到即係條短褲嗰挺啦，係咪？就咁，就呢個意思就即係話兩節唔係咁配合咁解嘅啫嚇。呢個下身呢條褲咧就相當有型睇落去，呢條褲咧就喺非洲可以當命用，喺非洲就係。咁有兩個袋咧，係呢個叫褲外袋，即係無以名之為叫做褲外袋，就走咗出嚟。即袋咗乜嘢咧？睇個型，大家大斷估都大致估到，譬如袋支槍喺度咧，一眼就睇到啦。上身咧呢件衫同條褲就唔好配合啦，老實實啦，唔使抽高俾我睇。哎呀，咁樣配唔配合啲？哇！裡面咧仲有一件時裝，件時裝係配合下底嗰條時褲嘅。時褲我想問下，點解今日咁樣一沉沉咁樣著出嚟咧？因為今日其實好凍。聽講話最低好似14度，係琴晚睇嘅呢個。我今朝個感覺咧都係得14度到嘅啫，真係刮刮聲風。我唔知道，我都個人已經係瓊咗，唔使翻到嚟。你仲揸個開篷車？天氣啊，咁我啊發覺突然間好似即係眨下眼咧，即係我哋嗰個咁短嘅秋天咧，已經成日過去。尤其是今朝早一起身擘大眼，咦乜咁樣嘅咁樣？因為即係早幾日咧仲係好藍色嘅，今日俾個感覺成哇灰色，好唔掂，好凍，凍到不得了啊！我都唔明點解我可以抵受得住，仍然出得到嚟，去到半路啲血都瓊咁滯啦！頭先揸住架車。咁啊，梗係啦！第一咧，即係個手把住個牌噶啦，哐哐聲嚟。你嗰架開篷車咧，熱天坐嘅時候咧，撞起啲風嘅時候咧，都覺得啊，頗為大風，最好有條絲巾綁住個頭髮嗰挺，你明白嗎？啊，何況而家即係冬天焚焚嘅，仲開住嗰啲架咁開篷車，真係都抵你啦。等間咧，我都係勸你一樣嘢，即係如果亦都勸下心機旁邊個朋友啦嚇，如果即係大家揸車見到個傻佬嚇，仲要光埋頭嘅嚇，你揸住架呢一個略有頭髮就飛頭散髮嗰種，揸住個開篷車抌盡都係得嗰3米至5米，冇出活皮。不過睇情今日就我諗唔係點會啦，會唔會咧？你覺得？唔知咧，即係我覺得每一個星期出嚟嘅時候都係即係凍到即係想死咁嘅，咁但係即係第一。因為又唔可以著得太多衫，你明唔明啊？又唔可以孭住件褸先啦，係咪？咁但係就真係幾凍啊！朝頭早即係呢個七八點。尤其是晏晝啊，如果你譬如晏晝就孭件褸就係咯，揸住喺手咧好論盡，好似抱住個仔咁咧幾論盡咧。你話有咩法子咧？蘇一真係搞搞我嚇。翻翻嚟啦，時間去到呢個早上嘅9:21啦。咁我哋天氣方面咧，即係暫且按下不表。咁啊，總之咧，即係大家自己執生啦，起身嘅時候嚇。咁同埋最方便咧，如果你想知道氣温咧，除咗聽我哋之外咧，就打個電話去問問。咁就。即係好啲嘅，聽到一個好唔自然嘅聲音，將字咁冚埋咁，然後話俾你聽幾多度嚇，咁就會。我中意有啲係
搭埋一齊添，冚埋咁樣話俾你聽嚇，咁啊大概都知道幾多度。不過就住喺新界唔走得準啦，因為我試過咧就即係爭都幾遠下，即係聽完佢之後發覺都好凍，因為唔可以個個地區唔同噶嘛，即係爭幾遠啦。咁呢個係自己執生啦。好啦，咁啊阿蘇本週你有咩例牌事發生過有冇啊？你覺得你自己係咪烏龍嘅人咧？即係我想問你，係咪非常之精明啊，定係即係略烏龍咧？烏龍咧就睇下咩叫做烏龍啦。烏龍到某個地步啦。咩定義咧？咁喺你眼中烏龍就即係烏龍啊！我嘅烏龍咧都係好 minor， 但係咧曾經有個人咧就話。即係如果我有個仔帶個仔出街咧，都唔換咗個女翻嚟，唔記得帶翻個仔翻屋企個艇嘅。你試過有啲咁嘅 case 咩？頭可以除落嚟都可以，即係行路嘅，即係叻到咁好嘅。唔係行路，頭除咗落嚟都可以唔記得拎嘅咁個艇嘅。但係喺某啲情形底下，我會係咁樣，即係例如啊，突然間嚇點解嚇明明嗰樣嘢佢喺度㗎嚇，去咗邊咧？揾嘅揾唔到嘅嗰艇咧，即係咁好多人都有。但係真係好烏龍嗰艇咧。哦，冇吧。好多人都有啊，好多人都有呢啲嘢，即係周圍擠咗嘢之後唔記得咗擠喺邊度嘅。我自己又即係呢啲係，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人人都有。唔算烏龍啦呢樣嘢，幾大都唔係啊。但係真正烏龍嘅就冇乜啦。我冇乜。好啦，咁啊講翻嗱，譬如人通常有呢、這個即係唔係幾好嘅習慣咧，就有啲嘢即係擠，即係然之後唔記得咗擠咗喺邊。咁你覺得有啲咩方法改善咧？譬如舉個例，有個朋友咧有把鎖啊，即係嗰啲單車鏈咧。咁買嘅時候咧，就要越粗嗰條買嗰條，好實淨嘅，直情咧就普通單車鏈咧就一條，係有顏色咁樣嘅嘢，你唔知係乜嘢嚟嘅，咁嗰啲又最容易剪噶啦。咁另外嗰啲咧就有條透明嘅水喉，咁裏邊有條鐵鏈嘅，咁你都大致知道邊度剪嘅。佢嗰條就唔係，有條透明嘅水喉，但係裏面嗰條係鋼纜嚟，即係一條纜嚟嘅，見到係即係好似地盤用嚟吊嘢嗰啲纜咁嘅，梗係冇咁粗咧，就幼啲啦嚇。咁把鎖又好密嘅。把鎖密到點咧？就普通嗰啲鎖咁開咗之後咧，掹翻條鎖匙出嚟嘅，佢條鎖就掹唔到條鎖匙出嚟。嗯。即係開咗之後咧，條鎖匙就吉咗喺個窿度嘅。嗯。搭翻埋先彈得翻出嚟嘅。嗯。咁即係佢而家唔見得條鎖匙。係啦，佢係鎖住架車，但又唔見鎖匙。咁我就話，其實有啲嘢又有跡可尋嘅，你先諗下鎖匙應該最好即係邊度咧？蘇，你覺得？咁啊唔係喎，即係我第一樣嘢咧，我又唔會諗鎖匙會擠喺邊度最好。我第一樣嘢諗下。就係我幾時最後一次同呢一架單車即係有個 encounter， 即係幾時？就係喺佢即係前年啊，買完呢架單車踏咗佢之後，根本我就唔識踩嘅，就踏咗佢之後就冇踩過啦咁。呢個係可能性之一。就但係如果係咁樣咁點咧？咁啊，即係慢慢即係諗翻，即係譬如話，好似我成日都唔記得咗，譬如話啊呀。點解啊？唔見咗個身份證，我都幾興嘅。唔見即係我知道個身份證。上次幾時俾差人查過咧？咁咯。即係我就知道咧，個身份證咧就一定喺即係唔喺呢度，喺嗰度。但係我曾經咧有七日咧，真係唔見咗個身份證，即係以為自己唔見咗。咁你點辦咧？嗰七日帶住個護照出街？唔係喎，因為我根本就唔知道。哦，自己唔。咁即係後來即係行翻。我一路都要喺銀包度嘅。以為係啊，係咪？咁就行翻上即係上七日之前即係。啊！突然間有一日就睇下，點解好似少樣嘢？哎呀，個身份證去咗邊咧？咁咁於是咧就喺度啊！琴日喺啊，琴日有邊度拎咗出嚟咧？一路追咗七日之前，先發現，哎呀！原來嗰日咧就因為咧著嗰件咁嘅衫咧咁啊，所以咧就話咗咧就係唔帶銀包出街噶啦，所以咧就袋咗個身份證出嚟喺個袋度。咁於是咧而家身份證仲喺個袋度，咁過挺啦，你明唔明？都幾好啊，幾心思細密喎都。咁我又諗法又唔同啊，譬如揾匙咁咧，我就會諗下啊乜嘢地方啱擠匙咧，即係你唔會夾喺本書度嘅，即係有啲地方你唔使揾噶啦。咁啊最容易揾係。啲咩即係擠下呢啲即係無釐沙拉嘅雜物嗰啲地方咧，即係有啲人甩咗粒紐啊，咁就將粒紐擠喺個鈎入邊啊嚇！人哋俾個咁嘅又唔係心口針嗰挺咧，即係譬如話啊，你遊完長城啊，有個扣上面引住長城啊，咁你又掉咗落去，即係嗰啲地方，我覺得應該由嗰啲地方開始揾。咁啊最弊咧，即係收嗰陣時收得好好嘅，最慘咪呢樣。即係呢啲咁嘅情形咧，十足係有個樽裡面裝住啲豉油，你驚死佢倒瀉，拎得好鬼實，到你用嘅時候拎唔翻開一樣。嗯。嚇、啊！即係正如咧，我最近咧就係揾咗好耐都揾唔到。我曾經咧就有一支墨水筆嘅，因為有啲墨水嗰啲墨水咧就唔係個牌子都啱嘅，即係一桶桶咁塞入去嗰啲。咁啊，佢啲桶咧特別細桶，咁啊突然間有一日寫寫下就乾咗啦。
咁於是我就嚇櫃桶嗰度遊，一趟喺公司嚇，一趟趟喺櫃桶。咦？嚇揾炒佢都冇喎，嚇明明喺度嘅，明明係有嘅，我仲記得嚇，我一定擺喺度。啊，後尾記下就啊，唔係啊，唔係墨水啊，我記住擺喺度咧，係嗰個打火機嗰啲火石啊咁。咁即係揾到喎，火石揾到喎。咁但係唔使用火石住，啲墨直情唔使啦。而家因為我利用咗呢啲咁嘅，真係好好嘅聽啦，先掉落去跌咗落街，十個都唔傷心嘅聽。咁於是乎就而家到而家今時今日都唔知嗰啲。嗰啲墨水去，其實講起嗰啲墨水，其實都有啲嘢講嘅，一陣翻嚟話你聽啊！唉，蘇小翁你一覺醒來就即刻問我，你男嗰一夢就話：咦，阿楊頭先講開乜嘢？唉，其實講開咧就係話喺某啲物件上個包裝咧係相當好嘅，好到咩咧？就係你買嘅時候買四支或者四件，但你只係用得一件就冇咗噶啦。例如你啲墨水就係啦，譬如你買四支，通常一包咧就四支墨水咁先算啦。你通常係用一支咧，就會用幾耐到咧？起碼都有個人禮拜用啩。嗯。除非你我唔止啊，用咗好耐。係啊，除非你真係即係職業寫作嘅，就唔好得講啦嚇。如果唔係普通人咧，我諗一支真係用差唔多一個月。嗯。咁一個月後嗰三支去咗邊咧？通常揾唔到嘅，又你買個入另外一包新嘅啦。嗯。我諗墨水呢個經驗就唔係咁多啊，大家最多我諗相信係電芯啊。嗯。譬如有時用一支電芯仔嘅啫，譬如 call 機咁先算啦，係用一支電芯仔。你買一包電芯翻嚟有四支或者有兩支咧，你通常就唔見咗，例如有三支噶啦。嗯。或者係你用咗架嗰啲咁嘅耳筒機咁，你用兩支電芯咧，之後你就揾唔到其他嗰啲嘢噶啦。嗯。咁你係咪包裝得好精咧？啲人？其實都唔係嘅。應該包單數添啊！我話包五支電芯俾你啫，你實要跟住幫襯佢噶啦。你用四支咁剩翻一支，你就要揾到，你都要再幫襯佢啦。諗住其實唔係嘅，只不過係你唔明智啫。第一樣嘢，電芯係有散裝賣嘅，點解你唔買散裝嘅咧？唔係散裝都一包有四支啊，咁之類啊嘛。散裝有逐支逐到斷支賣嘅。嚇！誒呢一個單頭賣。呢一個墨水筆嗰啲一條條咧，都有單條賣。你知唔知咧？而家嗰種即係售賣嘅方法咧，係同我哋細個嗰陣唔同咗，即係以前阿媽啦，嗱喺士多買幾毫子嘢啦，咁樣買噶。而家唔係，多數係啲 supermarket 啊，你一去到嗰度已經係包起四支電芯就四支電芯啦，啤好啦已經。唔得搣住出嚟攞一支走咩唔得噶？唔係，即係唔係就係話俾你聽，即係有啲地方係有散裝。要揾喎。要電器鋪嗰啲，即係樓梯底整洗頭電器嗰啲地方揾。咁咪就係咯，你如果即係咁恨啊嗰三支嘅話咧，你咁恨嗰三支就轉支買咯，係咪？一係就咁啦，就買咗嗰包嘢俾我，我轉支賣俾你啦。要揾啊嘛，貴啲噶噃，咁樣仔仔啊。墨水又係咯，即係困難啲咯，轉支揾咯。其實咧，我都。就幾中意有啲嘢叫散裝賣，我覺得好得意。例如，哇，阿蘇唔夠錢食煙啊！哇，整支煙先咁樣，哇，散裝煙一支。有，不過而家都仲有噶噃。係，而家仲有散裝煙賣。係咩？係咪古古惑惑賣俾學生嗰啲啊？嗰啲阿伯啊，樓梯底啊，即係諗住啲學生即係支付唔起成包啦咁。唉，真係可憐嘅，真係可憐，仲話有趣。我唔係，我覺得即係散裝嘢一賣開就真係好有趣嘅，即係成日都覺得唔錯嘅。即係有時咧，譬如話啊，一桶糖咁樣，譬如話好似某啲糖咁樣啦嚇，佢啲粒賣咗你會點啊？嗱，橙嘅，咁佢就一桶都係橙嘅。係。有啲綠嘅，佢就全桶都係綠嘅。咁你有時咧就係話啊，你想食啲即係溝埋嚟食嗰挺，咁但係咧溝埋嚟食嘅咧就買到一箱嘅要，你知唔知啊？咁於是乎你就好興啊，唉，最好又散裝，等我每樣揀兩粒咁就巧妙啦。兩粒唔得，兩條得唔得啊？一條好細條啫。唔係啊，一桶有時都幾大。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要食咁多顏色嘅話咧，你可能袋住五六桶糖，五六桶糖好昂居㗎。係咯係咯。嚇就係咁啦。係咯。咁就係希望咧，即係有啲即係。啊！散裝糖你希望啦，或者咧有時咧，即係我亦都希望點樣咧？而家你睇咧嗰啲餅乾嘅話咧，係咁啊，又好似睇樣又啊，好似好好食咁樣，買一包翻嚟，好難食啊咁。咁啊，有時咧就
有時即係好想食呢個餅，咁但係咧就買翻去咧，即係食咗兩塊之後就掉咗32塊咁果挺嘅，你明唔明啊？哇！散裝餅就唔同啦。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候咧，就先咧就俾豆領去試一塊先咁。哇！咁貴啊！豆領試一塊。呢塊正啊！咁於是乎咧就繼續買2毫子，即係有4塊食啦，即係果挺嘅，你明唔明啊？唉，好中意。你唔係兩毫子係試曬幾種唔同嘅咩？咁啊唔係喎，即係梗係。有陣時邊有咁噶？又不如試完咗之後自己捉蟲，然後有3樣嘢你唔中意食嘅，梗係唔係啦？逐豆領試嘅。講起餅咧，即係有啲英國餅咧就好甜嘅，即係甜到不得了。即係佢呈現出現你嗰種啦，譬如一個雜餅咁先算啦，買翻嚟有個吸索嘅，冇擠得好好嘅嚇，7種咁先算啦。通常你都係食一種啫，即係正常人啦嚇。除非自己想患糖尿病嘅另計啦嚇，你食曬其他啲好唔得掂喎，你覺得？甜到不得了嗰啲餅，有一日我就發現唱首新歌你係咪咧？唔係，有一日咧，我哋咧就一圍台喺度即係食緊飯，咁突然間咧就講起呢個 cookie 餅嘅問題，咁啊記得咧就係即係我哋有啲嚇廣告，即係有唔通帶塑膠去咩嗰個 cookie 餅。咁於是乎咧，我就開始提出咋嚇，其實咧呢盒 cookie 餅真係好。即係好食嘅咧，我就中意食乜嘢乜嘢啦，咁樣即係一個圓形嘅，同埋咧就係都差唔多噶啦，咁樣就係圓形咗之後咧就中間有個窿嗰個都好咁樣，就係淨係中意食呢兩個嘅啫。咁你諗下，佢有兩層，即係大嗰啲有兩層。咁你食完嗰啲之後咧嚇，仲有嗰啲椰絲堆啊嗰挺啦，另外有啲大粒糖面嗰啲，你明嘛？仲有一個咧，哇嗰、那個形好似一個心形壓扁咗嗰個形咁樣嗰啲咧，嗰啲我冚冷都係麻麻地。唯一咧就係即係大粒糖嗰、那個就都仲可以諗下添嘅，咁啊但係咧就奇怪，各人就開始講啦，就話：，係我啊，淨係食椰絲堆嘅，其餘嗰啲我鬥都唔鬥嘅，所以咧我唔知幾飲恨，即係成盒買咗翻嚟之後咧，我淨係食椰絲堆嘅啫。有一個就話：唔係，我就係中意食大粒糖，嘿，嗰啲糖好過癮㗎，哇！你食完曬嗰啲嘢，仲要可能有一兩粒糖喺個牙嗰度，咁然後就咯咁樣咬咯，即係每一個人都喺度解釋，即係佢中意食啲咩型，點解啫？我聽啊，你明唔明？咁就發現咗咧，嚇，原來我哋一圍台食飯咧，嗰盒藍罐，藍色罐裝。冇問題啦，可以食曬喎。蘇女士啊，其實我頭先趁住呢個廣告時間諗起咧，屋企裏面好多嘢都係買嘅時候一大批翻嚟，通常用少少，然後之後就唔記得曬噶啦。咁頭先提咗幾樣俾你聽啦嚇，大家可能我哋都冇可能聽到咧，因為我哋頭先嗰次播緊廣告嗰陣時講啊，例如紙杯啊、紙碟啊、你生日用嗰啲洋竹啊、交叉膠匙羹啊咁。唔係喎，你生日用嗰啲洋竹就即係通常都買三包，買三包嘅，用剩都係頂籠一兩支啦。啲洋竹腳、洋竹嗰啲腳咧、膠腳咧，仲有咧咩咧？膠布啊、頭痛餅啊。即係藥嗰啲有冇即係散賣話，就喺藥房。我頭痛，整兩粒嘆下啦咁。乜冇？特效藥啊嘛，淨係食兩粒啫，我就唔買翻屋企啦咁。梗係得啦，唔買兩粒藥咯。我咧就最喜歡買兩粒啦。嘅一樣嘢咧就係譬如話，好啦，好似譬如話我咳啦咁樣，買樽咳藥水先咁。咁好啦，咁啊到咳完啦，咁啊已經冇事啦，咁啊咳藥水已經又病埋一邊咯喎。咁但係當時咧個諗法咧就唔知喺度諗咩嘅。越大越好。我認住咧就係根本冇諗過話病埋一邊，下次咳啦咁，冇諗過呢樣嘢，只不過咳完啦咁，咪唔使食啊，唔使攞嗰樽嘢，根本就冇諗過嗰樽嘢個存在與及不存在。好啦，到第二次咳嘅時候咧，第一 even 你見翻嗰樽嘢嘅時候咧，你少少諗下。藥嚟嘅噃，我開過嘅喎，飲過嘅喎，可能仲即係含住個樽口嚟飲嗰挺啊！唔記得上次係咪咁樣飲？唔知有冇人飲過添咧？都係唔好啦咁樣，即係通常都會係咁。最緊要就係藥嚟嘅噃，咁樣好驚。屙屎喎，可能係仲要開咗咁耐喎，就係已經上次咳係幾時都唔記得咗咯喎，即係好耐嘅咯喎，係邊次咧？仲要係邊次剩翻嘅？係因為每次都買樽新嘅。呢次究竟係兩年前我咳嗰次定還是係即係上3個月咳嗰次咧？咁啊，好咩？唯一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就係真係可以即係冇嘥嘅咧，就係咩咧？通常咧，我去街嘅咧，通常我都中意開包新煙嘅。咁啊，通常咧到夜晚黑翻屋企嘅時候咧，包煙都實係食唔曬嘅。係。咧仲有即係3兩支，可能係有10幾20支剩翻喺度，10幾支咁剩翻啦，因為買個底包啦已經。咁啊，剩翻咗之後咧，第二日咧，當我出街嘅時候咧，我又唔好中意袋一包開咗嘅煙嘅。
咁我又即係順手，即係第一咧，即係時間，即係出門口嘅時間好急促嘅，費事抄。即係通常都係咁嘅。咁而咧第一樣嘢就費事，哇數下，哇呢度剩翻八支煙唔好啦咁樣，即係通常都冇咁樣嘅數法嘅。唯一一樣嘢就係、是，好順手又拿個包新煙。咁於是咧就。呢、這個七八日後咧，就會發覺哇，有十包八包呢啲醫開曬啲煙咁樣，咁就喺度啦。咁啊，通常咧好得閒嘅話咧，就入翻噶啦。嚇，就將佢咧逐包逐包咁樣入翻好啦。咁啊，然後咧多冇掉嘅。掉的空殼咧都掉得四五個，然後就有整整齊齊的就有三兩包煙咁樣嘅，咁又由頭嚟過啦。咁、唯一即係唔會嘥嘅就係呢啲煙。呢個都好辦法。咁我自己嘅經驗係點樣呢就係、是，譬如我好中意飲某個牌子嘅罐頭湯，某一挺嘅啫咁。咁啊，仲有其他嘢買嘅，譬如你去啲超級市場會買好多嘢。嚇！一去到嗰度嗰個櫃面前啊，死啦！屋企仲有幾多罐呢挺嘢咧？咁通常係。都係唔好啦，費事啊！因為好即係我唔會話有啲人可能係每三日就去一次超級市場，或者每一個禮拜一定去嘅。我可能一月去一次嘅咁。好啦，費事下一次嚟買唔知幾時啊？買咗先啦。試過一次買完翻之後，發覺屋企有七罐，原來咧就係好多次咧重複咗都係做一樣相同嘅嘢。呢啲都唔出奇。呢啲咧就係直情係咩咧嚇？好似譬如話日常用品咁樣，譬如話啊，你今日朝頭早刷牙嘅時候啊，感覺到嗰桶牙膏啊，好似～啊，冇乜咯喎，咁樣啊，洗頭水又好似冇乜咯喎，或者你剃鬚嗰啲膏又冇咩咯喎，咁誒，於是就去呢個 supermarket 啦，買啦，咁就開始啊，今日啊，入貨記得，好似呢樣又冇，嗰樣又冇，嗰樣又冇，咁係咪翻到去啦？咁就發現咧，可能有兩樣嘢咧係。有一樽新新淨淨的誒擺喺度，因為上次你去呢個超級市場嗰時候，你同樣已經係呢個牙膏已經冇，你又覺得嚇、啊、我要買定支牙膏，但係今次去嘅時候就唔記得自己買過層條牙膏啦咁，於是買到一屋都係。真係應該個習慣咗啲外國人咁抄一大輪寫住嘅。佢有啲人好興嘅，即係我自己唔係啲咁有系統嘅。有啲人好有系統咧，譬如喺個櫃度，廚房個櫃，黏張紙喺外面嘅喎，即係四罐罐頭乜嘢咁，我哋喺度加加加減減嘅喎。有啲人咁嘅。通常你識唔識啲咁嘅朋友先？我唔識。識得少啦。我唔識喺度加加減減。不過咧，識得有啲就係會寫到啊，今即係要買啲咩買啲咩。咁通常咧，即係如果對我嚟講咧，我實會唔記得咗帶張紙出街個果挺。嚇！或者帶咗出街唔知只紙喺邊啊？去到超市嚟攤睇，乜冇？咗嘅咁阿婷主婦嗰種習慣咧，我都值得參考嘅，值得香港人。我唔知道有冇用咧，唔知道你有冇用咧。說實話，譬如佢哋有啲人買完啲食物翻嚟掉喺雪櫃嗰度咧，就會攞筆寫低咗究竟呢啲嘢幾時買嘅。因為我識得有啲人咧，譬如話而家嗰個即係居住環境變咗啦，咁好多人都會係成家出去做嘢嘅，譬如新婚夫婦兩個都冚唪出去做嘢，咁一個禮拜去一次超級市場買曬大包細包，攞一紙包住塞咗喺雪櫃度，咁通常就。不知道那些是什麼拎出來看一大爛餐這個是豬扒還是排骨呢即是雪到一頭你真的看不到嘛他們很興奮是寫著的還有什麼時候買的那他吃了一些耐嗰啲買住先嘅，你有冇呢個習慣咧？我咧個習慣咧就冇寫幾時買嘅，因為第一樣嘢咧就。即係呢個喺唔係 apply 喺香港喺香港嚟講就即係天天去街市嗰啲就可以嚇。咁喺外國嘅時候咧就會第一去久久先至去一次買嘢嘅啫係咪啊？咁啊買完嘢翻嚟咧咁啊通常買好多㗎嚇。咁買完嘢翻嚟咧咁你要分㗎嘛，你一包二包大包小包咁樣。咁咧我會分咗之後咧就即係。會就寫啦，即係呢一包係乜，嗰包係乜咁樣會寫低曬，但係真係就冇話幾時買嘅，因為咧就即係食量咧就好大，咁亦都係嘅 turnover 好快嘅，咁啊通常見到個雪櫃都空到咁上下啦，咁就去買嘢嘅。咁而雪櫃咧就可能剩翻丁堆嘢，咁嗰啲咧就掉嘅，嗰啲就梗係掉噶啦，咁就係咁啦。哦，咁啊冇呢個困難嘅，不過有少少困難，可能你寫就係自己唔明嗰樣係咩，即係。了得滯啊！又或者自己寫咗個白字啊，即係先頭諗唔到啊，豬肉個豬點寫咧？交叉肉咁，就拎翻嚟死啦！呢包乜嘢？畫只豬落去，點樣知望落去？狗肉、雞啊，定還是係馬肉啊？定還是咩嘢？拗著頭皮啊！杏花專題繼續咧，就接聽第二位朋友嘅電話。咁頭先嗰位朋友都唔能夠順利贏到呢個大獎，只係攞到安慰獎啫。咁睇下呢位朋友得唔得啦？喂，早晨。喂，商業二台。喂，商業二台，唔係幼稚園嚟啊呢度啊。
你系边位啊？阿君啊。啊，阿君啊。系。啊，多谢你打嚟嘅电话吓，你头先去咗边度咧吓？去厕所。有时又唔需要咁坦白嘅，问啲问题，求其答得啦。好啦，咁好啦，跟住问你个问题咧，其实都同黄绿有关系嘅。今年女方方面由边位做队长呢？咧佢成日话咧就以为自己旧年做得好，即系可以再做啦。咁原来发觉咧，因为旧年做得唔好，我哋俾多次机会佢。但系睇情形咧，系啦，冇错，就落去睇情形，出年都应该系佢做，因为今年其实都系做得好曳嘅。好啦，第一关过咗，咁你系拣咩咧？有冇 tips 啊？吓，拣就唔使嘅喎，饮品同即系面食系唔需要 tips 嘅，你是但拣一样先。面食啦。系，咁然后你都系继续要 tips 嘅系嘛？系啊。牛肉面，牛肉面，你中唔中意啊？好啦，牛肉面啦。哦統一牛肉面。呢幾個禮拜嚟咧嚇，我係首一次咧嚇，一噏就中噶啦。啊，都係托你洪福啦，君，你留低個電話俾我好唔好？多謝你。我頭先一路播歌啊，一路玩遊戲啊，一路播新聞嗰陣時候咧，就開始講俾阿楊聽咧，就話啊，最近我即係去咗一啲買玩具嘅地方，咁即係帶到無傾嗰度，咁就發現咧，哇，真係好開心嘅，即係而家做細蚊仔咧，真係過癮到暈。但是呢，即我又懷疑一樣嘢呢，就是想當年，即譬如或者我哋嘅父母親都會話，唉，我哋啊，即係做細蚊仔嗰陣時啊，真係邊度有啲咁嘅嘢玩㗎？係啊，你而家咁多嘢，咁啊同樣一樣嘢就我哋而家睇翻啲細蚊仔就哇咁多嘢玩嘅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最開心嘅咧，我懷疑就係買咗啲細蚊仔，大人去揾翻細路仔嘢咯。嚇，即係因為啲細蚊仔咧就覺得即係好似嚇應有咁樣嘅嚇，冇乜特別咯，冇咁特別啫，乜你咁開心啫？未玩過咩咁嗰艇你明？但係我哋睇到嘅時候咧就即係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即係例如咧，佢有啲咩咧？好似啲電爐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嗰啲即係焗爐啊嚇，我哋細個咧已經好勁嘅。即係如果話真係好勁嘅一個電爐啦嚇，即係都係頂籠都係得18寸高個頂啊，仲要係即係即係普通嗰個 HiFi 嗰啲手提 HiFi 咁上下大啦。係啊，真係應該細少少嘅，仲要細啲添㗎嚇，即係已經話。哇！乜你咁勁㗎？有套咁嘅嘢，有洗衣機就真係通常我哋嗰啲咧，真係一包煙，包煙咁啊，頂曬籠㗎啦，已經即係差唔多，即係揾牙籤嚟玩咁樣。我仲記得我妹妹嗰陣時買咗個雪櫃啊，哇！開心咗幾耐啊！嗰個雪櫃好似本普通嘅書仲要細啲嘅，咁就開得滿嘅，一間燈開要有一個裏面有雞，有好多嘢，真係一個雪櫃咁咧，總之啊，咪有汽水又成嘅。咁啊，嗰陣時咧，我哋咧嗰啲玩嘢咧嚇，即係譬如話，你真係有啲雪櫃啊，咁開咗道門咧，咁啊，通常咧都裏邊有幅圖畫，甚至乎兩幅嘅貼喺啲門嗰度，即係代表裏頭有乜嘢啦。咁你窮啲啊，或者即係個門開咗道門嗰度門格嗰度擺咗3樽汽水咁，咁就係咁樣。係咁嘅咋。咁啊，你要攞汽水俾人飲咧，就詐加衣咁樣攞支汽水你飲啦，咁樣仲夾硬呃你飲啊，飲啦。做咩唔飲啊？飲完仲有，飲完仲有。係啦，咁但係而家咧，淨係犀利啦！連嗰啲罐頭咧，淨做到真嘅一樣，不過係一個細小嘅 size。直情我覺得即係哇，好過癮啊！咁樣咁淨係咧嗰啲滑板啦嚇，有陣時即係好難揾嗰啲滑板，即係都喺啲特別嘅地方先揾到。唔係佢而家。通行都係，成條巷都係滑板，成條巷都係單車咁，即係好犀利咯！即係 even musical instrument 佢都有一行係即係淨係。咁即係蘇小王就覺得好開心啦嚇。係啊，但因為我身為大人咧，我有一行咧好啱我玩啊，就係嗰啲咁嘅 board games。但係有樣嘢好弊啊，你知唔知啊？即係你誒，即係咁上下大個啦，係嘛？即係我同上面寫字樓某啲同事傾起咧，佢已經將嗰區附近列為禁區啦，已經即係。即係譬如假日要帶個仔行街咧，就唔行嗰度附近啫，嗰區都唔去，即係以免咧，即係譬如話萬不覺意，如果貼張海報出嚟，有個箭嘴指住嗰度，行唔得掂，直接行都唔敢行嗰度，即係寧願行遠啲啊。離開10丈之遙啊，唔好話20丈、30丈咯，依家都唔買嗰度。咁佢哋又唔明智啦，係咪啊？我做呢個父母親，我幾大都帶佢行啫嘛。咁啊，至多咪買一樣嘢咁啊。因為咧，琴日咧我就又去嚟喎，一個禮拜去2次嚟，我幾醉心於呢笪地方。你開㗎？唉，我想啊，咁樣咧就
我最喜歡看的一個地方，即我可以即很久時間仍然在那裡，就是看這 board games， 逐個拿來看。但是昨天因為很多人，於是乎即都沒什麼機會。大人多，看個樣子好像你那個挺大人多，又不是，是小孩子、於是乎我已經即覺得很煩。第一，小孩子哪有懂看英文的，咁好壞人，我就識幾個細蚊仔英文好叻啦，老老實實。唔係啊，即係細蚊仔啊。金頭髮嘅佢。咁啊，仲要係即係慢慢要睇下，哇點樣玩，即係唔容易，同埋即係佢唔係話教你點樣玩，即係呢個遊戲大概係啲咩。細蚊仔通常冇乜心情去睇文字，然後去玩嗰樣嘢㗎。拎起手就要玩得㗎。於是咧，就喺我哋其中即係呢啲 board games 嘅其中個底下下層啊，有一個咧就係都幾大下嘅，都有成兩尺半，而個厚度咧就係即係大概有八寸厚嘅，兩尺半長嘅，咁即係好大盒嘅嚇。咁、於是咧就有個細蚊仔拎白狼就衝咗喺我面前嗰度，然後拖出嚟，嘗試拖呢盒嘢出嚟。咁我就有個即係突然間一醒醒起就話啊係啊，細蚊仔最中意就係睇大盒嘢嘅啦，同埋咧夠矮啊嘛。夠矮嗰啲佢睇到啊嘛，咁啊高嗰啲佢就睇唔到，細細盒嗰啲邊度好玩嘅啫。咁於是乎咧，佢就嘗試拖呢、這個，因為突然間咧就喺我耳邊度靜轟，即係我以為我耳聾咁滯，震聾我耳膜咁滯啫。我話母親喺度鬧佢啦。呢啲咁嘅邊度啱你玩㗎？咁樣即係佢先望下個盒係咩嚟嘅先。咁我諗一大就唔啱啦。第一。那個價錢很貴，咁就實唔啱佢玩啦。於是望都唔使望啊，呢啲咁嘅唔啱你玩嘅。通常嗰啲咧，見到啊有嗰啲咁嘅膠嗰啲透明膠啤住嗰啲咧，唉，嗰啲人啱。一睇一睇通裏面有咩啊？咁嗰種。嗰啲啱玩啦。於是佢仲好惡咁，仲拖住個仔，個仔都仲離地咁樣走。喂，我成日我成日覺得咧，嗰笪地方咧，一日起碼有四五十個小朋友喊喎，應該係咪咧？咁我又未見過噃。如果我咧嚇。我就不會在那裡，即我會想另外一行生意黐住佢做，或者一家人賣雪糕。即通常那四五十個喊的，一出嚟梗係執杯雪糕先，嚇唔係點樣收貨啊？即照佢喺隔離賣下嗰啲氣球啊、雪糕啊，應該幾好生意啊！咁啊，個個禮拜我哋有嘉賓訪問㗎嚇。咁啊，平時你喜歡睇書，我諗佢出嗰啲書咧，你就較為少睇啲。不過咧，阿陸仔就好中意嘅。你估會係邊個咧？第一，唉，一係就鹹濕嘢，唔係鹹濕嘢，我睇都係嗰啲卡通啊，或者嗰啲漫畫啊嗰挺噶啦。嚇，咁我哋聽下我哋嘅嘉賓啦，不如啊。精英新一代。黃玉郎，似我細細個先知。咁啊，咁咪畫嘢嘅咯，佢最叻畫嘢咯。咁好似你怕搞到個咩玉郎機構咁樣咯，仲上咗，仲好似有股票上市添嘅。我唔知啊，唔知兩樣。當我哋喺街頭訪問一啲人，問下黃玉郎究竟係邊個嚟嘅時候，得到嘅答案竟然比預期更清楚，或者令你更加難以置信嘅就係、今年四十歲唔到嘅黃玉郎喺八十年代嘅今日，唔單止創造咗漫畫業嘅奇蹟。仲將白手興家呢一種古老神話再度復興起上嚟添。而家雖然係八十年代啊，但係白手興家咧都唔係話太難嘅事嘅。咁但係就當然比較啊六七十年代啊難啲啦，因為而家啲人又叻咗啊，又精咗啊咁樣。咁你要突圍而出咧，所花嘅努力啊，同埋嗰個仲要係好有運氣同埋機會。漫畫咧，其實喺五十年前已經係開始有噶啦。就唔係我創造出嚟嘅，只不過咧我係將佢改咗個包裝，將佢咧加強咗個動感，咁就令到咧即係社會上咧即係睇漫畫嘅階層咧就擴闊咗好多，因為以前咧主要都係細路仔睇啊，或者十二歲以下嘅人睇嘅，咁我咧我就改變咗呢個慣性，就變咗咧係由十二歲至到五十歲都會喜歡睇漫畫。咁我哋漫畫事業咧喺香港個發展咧都相當理想。咁而家我哋會有新嘅發展咧，係向海外嘅國際市場發展。因為我發覺咧，而家我哋香港嘅水準啊，已經係相當高嘅，可以叫做同日本咧大家並駕齊驅。咁至於比對下東南亞其他國家，例如泰國啊、星馬、印尼啊啲國家，直情佢哋
等於我哋係大學生，佢係小學生。如果講啲漫畫嘅水準，我覺得咧喺佢嗰度爭取市場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咁如果能夠我哋香港嘅漫畫咧喺世界各地咧都佔有一席位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係我能夠喺漫畫行業咧所貢獻到出嚟嘅嘢。黃玉郎喺九歲大開始咧就已經畫漫畫成狂啦。等了两年，自己的漫画被人在报纸上一登出来，就搞到要托付终生地交关。在那阵时，当然没人会相信一个13岁的少年人就这样宁愿不读书，希望靠着自己之笔和一股拼劲就要出来搞漫画生意这种说话。黄玉郎的精神体力的确是惊人的。暴动之前，他说他曾经创出了一日一路画12个钟头，总共画了30套故事的纪录。究竟为什么漫画对黄玉郎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为了漫画，黄玉郎又牺牲了多少，得到了多少呢？我想这个是天生的一种兴趣来的。咁由几岁大呢就已经哇见到漫画就很喜欢，差不多一幅漫画我可以看100次的。我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懂得看到一些好东西。我將人哋啲好嘢學咗佢，啲衰嘢咧或者啲唔好睇嘅嘢咧，我就唔學嘅。咁我啊雜雜雜雜，咁根本我就吸收咗好多位畫家嘅專長啊，咁嚟創出自己個風格，就開始投稿啊。咁一投稿，曾經一刊登出嚟咧，就令到我即係對我一個好大嘅鼓舞啊。咁唔覺意，直情係咧入咗迷。咁爸爸媽媽見我。只是喜欢画公仔读书不是那么有心机，看见就不顺眼。同时尤其我爸爸有些牛脾气，分分钟就打餐懵的，就是因为我画公仔。但是呢我是喜欢画，我画公仔又不是做什么错事，是纯粹我自己本身的兴趣而已。总之我尽量不要影响我读书就算了，一直坚持下去，因为我又不是那么现实的、这个、社会。求其我畫公仔可以揾到兩餐咪算咯，呢個係我嘅興趣嚟噶，冇唔係一定規定我去做企堂先揾到錢噶嘛。當時我13歲、14歲到啦，咁畫啲公仔咧就冇人收，嗰陣時個市場都係好曳嘅啫。咁我不如試下啦，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啦，畫曬佢呢個俾人印。好啦，咁發行點搞呢？咁我哋又唔識得啲發行佬啊，嗰啲發行商啊，就算識佢都唔會幫我發啦。咁不如自己發啦。咁啊，自己租架單車啊，同埋大佬啊，咁各分區去發啦。咁嗰時人又矮細啊，單車又高大啊，仲要將個橙箱裝成幾百本書喺入邊，攞下攞下咁去發。啲阿婆啊，我拎埋去叫佢簽單喎，佢啊即係呆曬，點單點簽啊，佢都唔識字嘅。打下手指印或者打下交叉咁樣，即係有冇有兩三成嘅報攤咧係唔接受嘅，要花好多口水去哀佢哋啊，咁先至可以肯幫我哋賣。但我唔覺得辛苦，就係、是、覺得好過癮啊！就雖然咧，就係、是、每一次發完書翻嚟之後咧，哇都散咁，成個人都散咁大半啊！但係一到第二日咧，又好有精神，好有興趣去做緊呢啲咁嘅事。雖然同期的時候有些朋友佢或者做企堂啊，或者做工廠啊，咁揾錢似乎多過我。譬如佢都揾到400蚊個月，我都係揾得200蚊個月。但咧，我覺得如果我做嗰個行業，我會好痛苦，完全冇咁嘅興趣。反正我有200蚊咧，我都已經唔憂殘憂煩啦。但係嗰陣時絕對冇諗住話第日可以即係揾好多錢。四年開始，黃玉郎一直就同漫畫事業冇脱離過。当时他只得14岁，笑话世界就是他第一份自知自画自编的漫画周刊，日日还要自己负责踩单车运送，周围派给小贩。1967年，漫画业全面陷入低潮，他亦甘心去做一个打工仔画漫画，日日节衣缩食，奔跑徙置区和出版社之间。而现在呢，他的玉郎机构已经正式上市，出版18份漫画刊物、3份娱乐报和1份音乐杂志。办公室坐落在海港中心，员工多达550人。他有没有忧虑过有一日目前的一切都会打回原形呢？因为自从玉郎图书公司成立之后，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至于中期的时候，譬如蚀了很多钱，但是完全动摇不到我自己本身公司的根基的。
因為呢如果再遲下去大不了不做而已，不會說怕自己會拖累埋自己的漫畫方面的公司 的發展。因為我人的性格呢就是老虎眼來的，只向前面望，公子都不會說、啊、不向後面想一下，但我覺得現在好像公司 的基礎是這麼穩固，都不需要說無端端找些東西來擔心一下。我成人的性格非常之樂天派，或者我最窮、啊、最窮的時候呢我都是這麼開心，就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持個心境要開朗，做人呢要、大量，不要為少少嘢咧就嬲人哋啊，或者自己發猛憎啊。其實呢啲係傷害自己嘅嘢嚟，咁樣做法好蠢。呢一位漫畫發燒友今日晉升成為企業家，完全未曾學過乜嘢係經濟學、市場學，又或者係傳播學，甚至連畫都未正式學過嘅。但係出版漫畫嘅戰績咧就非常驚人啦。1967年之前，佢失敗過三次。1968年之後失敗過兩次，而只是去到最後那次才得到成功，可以說屢敗屢戰，嘗盡失敗的滋味。黃玉郎到了今天，憑什麼武器去支撐整個新局面呢？有三個因素的，第一個因素就是經驗，第二個因素就是努力，第三個因素就是運氣。說到經驗，因為我以前就由13歲做過老闆仔失敗，跟住咧做過都起碼有四次做老細噶啦，但都失敗。咁其實每一次嘅失敗咧，就係帶嚟咗好多經驗。咁到玉郎圖書成立嗰時候咧，我雖然都係21歲仔，但咧已經係累積咗好多經驗噶啦。咁就小心好多，即係對於財政啊同埋嗰個出版嘅程序就會小心咗好多，即係唔會再犯翻以前嘅錯。第一就是看這個刊物呢它有沒有潛質，蝕本呢是不要緊的，最重要它有沒有潛質，有潛質呢即表示將來可以賺回來。但如果、覺得它、潛質是沒有了，同埋做的人是 太差呢，就會即刻停了它。第二呢就是努力了、我以前的性格呢就是挺懶下的，因為太過自由了，寫畫做寫畫的。咁自從咧就改個性格之後咧，個人就比較努力，跟住咧就好搏命，最後咧就搏曬命，所以咧就個公司嘅根基咧就比較穩固咗好多。咁第三樣因素咧係運氣啦。咁so far咧，即係咁多年啦，呢十幾年以來咧，就嗰個社會經濟一路咁蓬勃啦，咁、那個讀者嗰個購買能力係高咗好多。咁呢個係對我哋公司好大好大嘅幫助，又亦都冇受到咩不幸嘅影響，即係例如好似暴動啊，或者電視開台啊，諸如此類嘅嘢。天分睇你做咩行業啦、啊，但咧勤懇係一定要嘅。这个世界没有东西可以不劳而获的。喜欢原装美国烟的朋友